你好，欢迎来到关系攻略。上周二的专题中，我们为鹰派、鸽派人整理了进阶攻略。有些关系户啊，希望再把职场进阶攻略温习一下。那今天的专题中呢、啊，我们就一起看一看职场中的进阶攻略。为你准备了四篇职场进阶文章，我先帮你简单概括一下。需要重温整篇文章的同学，回到文稿，点击蓝色字体就可以阅读了。 现在咱们进入今天的专题内容，先跟你说一说“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”这篇文章中进阶技能。让你做人留一线，并不是鼓励你在道德上进步，而是提醒你在竞争中占尽上风的时候要更谨慎。如果在实力上碾压对手之后，还在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对手或者敌人，就会逐渐习惯肢体语言暴力，进而沉浸其中，因为残忍是会上瘾的。 同样，战胜对手本身就是极大的快乐。比如在职场上，先于对手获得了提升；在学校考出了比对手更好的成绩等等。这种快乐是持久的、稳定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准备用羞辱对手，甚至进一步侵害对手来获取快感，那这种快感就是短暂的，还会有副作用，因为你很快就会面临对手的反击和报复。做人留一线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实力有限。 在现代社会，不存在完全把对手消灭的可能，或者说，即使完全消灭了对手，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占尽上风时，过度的逼迫对手，会导致对方崩溃，从而铤而走险，伤害到自己。就像蔺相如对秦王说的那句话：“即使我要死，也会溅大王你一身血的。”来看今天专题的第二篇文章，叫做《什么时候应该主动换掉老板》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 那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主动提出辞职换掉自己的老板呢？我为你简单整理三点。想要重温原文，点击文章中的蓝色字体复习。先看第一点，领导动了原本属于你的利益的时候，就该换掉你的老板了。要想手下忠诚，就应该给手下利益和机会。如果领导不仅没有分给你该得的利益，还对你的利益下手，那这样的领导就不能跟。第二点，在职场上，有时候为了换回一些利益，侮辱手下是可以的。 私底下再安慰回来就行了，但不能是无意义的侮辱。侮辱是有价格的，让他去忍受侮辱，就要给他更多利益。所以，无利益侮辱手下的领导也及时换掉吧。第三点，职场上除了分配利益给手下之外，这种分配还必须公正公平。有时候呢，资源往往都给到了新部门，这种不公平有时候也不是刻意为之。老板可能根本看不到实际情况，他失去了控制和了解公司的能力。 这时候就尽快结束这段上下关系吧，趁着局面尚好，该跳槽跳槽，不要等着部门被遣散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原则一定要把握：薪水迟发半个月，立刻辞职，否则损失会更惨重。接下来复习今天专题的第三篇文章：住的离公司近一点好，还是远一点好呢？我比较主张的是啊，职场人要把握住权力中心。什么是权力中心呢？你领导发布命令的地方就是权力中心。 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工作单位。这篇文章中，我帮你分析了四条建议，告诉你住得离公司近有什么好处。第一点好处，你会有更多工作机会，公司有事儿你能随时赶到，以后你就是领导可以随时调用的人。第二点好处，可以帮同事一些举手之劳，关掉没关的电脑，收好同事遗忘的物品。第三点好处，不用纠结在公司附近还是家附近办健身卡了。 第四点好处，你对公司附近的地形更熟悉。新同事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也能够出一份力。你的时间很宝贵，你的生命也很宝贵。把便宜又遥远的住所让给那些对自己期待不高的人吧。你留在权力中心来赢就足够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专题的全部内容。听完音频，你可以回到文稿中，点击蓝色字体阅读原文重温。最后，作为领导，你还可以再读一读《职场上的民主应该怎么用》这篇文章。 一定要记得，永远和自己的支持者站在一边，就是一个成熟领导者的合格线。千万不要为了讨好你的敌人，伤了支持者的心。咱们下期再见。